想念开始就预感有一天你会倒回去放在我这儿的离别，谢谢你分手前的体贴，我不确定多久能复原，但是我想在认识你之前我也自己好好过了许多年。或许寂寞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甘寂寞，慌乱拉住一个人的手，想要逃却跌得更痛。